我出国已经拿出国好多次了，好难啊！你唔系拍出拍戏用？出国之后，会在那你咪拍出哦，上新疆拍出搞一搞。啊对，你出发留下的包是没有。没有，你放在你放在小东那个新疆拍出风华上。你说不划算？对吗？好幽默。哎，对，我菜包里面有那个，包包的菜包条，包在那。我的好少买，哎，你去哪去买的？去要去买多少？好多啥？你们那买些小皮毛。对，进货难呀嘞。皮毛。那怪进货，那进货都怪你买一包块钱，人家真进的呀。那进货公用的，进用的嘛些，还是开车开的，所有车来的。你话伊都比正正面正面都无拢高啊！伊要少抽佢啲歌喎，少人听我嘅。我唔可以讲啦，你讲啦，你啲菜唔可以讲，你做。嗯，阿小兄，唔好食咯，反正我好麻烦咯，唔系拍出嚟歌下咯，咪少食拍出饺先，咪继续，咪用，咪心情成继续饺先。咩保持咧？光油是甜的，顺口的。你拿它摔下以后，它就吸收上你的钾，它变黏液。就高糖，没得那么很甜，你也该。